不对劲儿呀，兄弟们，这好像是一个幸存者的营地。哎，外围有僵尸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。哎，怎么里边还有僵尸？不对劲儿呀，如果有僵尸的话，里边是没有幸存者的。如果有幸存者，这两只僵尸应该早死了吧？我们先把它干掉啊，进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我的伙伴。好，我们解锁了新的建筑啊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62天，已经到了中后期了，把这干掉。啊，有，哇，士兵，流浪士兵，哇，可以，我们可以雇佣他。哇，可以可以，棒球女，她拿着一根棒球棍，还有弩哥，不错呀。我们现在刚好有绿宝石，咱们其实可以雇佣她一下，然后呢，可以把她带回到我们的空岛，还有医生，可以给我们回血，不错，有绿宝石啊，咱们来雇佣一下。好的，雇佣成功。我们现在的绿宝石不多啊，我觉得雇佣士兵比较好，像这个近战工具的。哎，雪月今天晚上要降临。哎，不行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尽可能多雇佣一些吧。来，流浪的士兵雇佣，还有伐木工雇佣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，哎，全部都雇佣了吧。我们这个绿宝石应该是够的，今天晚上是雪月，所以说我们尽可能我们要守住这个幸存者的据点。OK， 全部雇佣完毕，然后呢我们做一下这个准备工作啊。今天晚上绝对是世纪大战，这边还有箱子啊，我们把箱子翻一下，有什么好东西。海底湛蓝锭可以拿下，修复剂也可以拿下啊，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，可以修复我们的枪啊，其他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啊。我们先把武器修复台放在这边，然后呢把我们这个火焰喷射器来修复一下，现在只有一半的耐久，今天晚上应该要打很多僵尸啊，这个耐久肯定是不够。我们来让这些士兵和医生跟随我们啊，看一下他能不能和我们一起上到上边这个平台。走走走，跟我来 ，follow me， 我们去一个高点打僵尸更加容易一些。快来呀，上来呀，大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赶紧，雪月一会儿要来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大哥大哥，快快进来，天要黑了。哎，不是，这群士兵脑子有问题吧？棒球女，哎，棒球女来了，可以啊，聚首，让她在上边不要动。其他东西他为什么不上来呀？不上来的话就算了吧，不管了，我们等待雪月来临。 OK， 雪月降临，今天晚上呢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幸存者的据点，然后明天一早我们把这些幸存者全部都带回家。哎哎，不是，什么东西在打我呀？哎，这地上有血块，他老是打我，有点烦。大哥们快上来，我们要守住这个小根据地。哇，降落了很多丧尸，看到没有？不过我们这个士兵的战斗力还是特别强的。哇，可以，哎，掉下来了。我不太确定什么东西打我，有可能是一些隐身的怪物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小心一点。哇，下边的怪越来越多了，来，火焰喷射器。哎，不行，这个火焰喷射器的话会导致周围着火。算了算了，咱们还是用这个加特林的机关枪吧。这个火焰喷射器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有弊啊。这个草方块是可以被点燃的。来吧来吧，加特林机关枪开扫。今天晚上呢我们尽量多打一些怪啊，然后用这个末日点数来和这个末日狂徒兑换一些特别好的工具，还有武器，还有装备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每一次雪月我们都要珍惜这个机会，而且我们现在的武器特别厉害啊，看到没有啊，轻轻松松就可以拿捏。这边有怪进不来，我来帮他一把，然后呢掏出我们的加特林扫。 OK， 很不错啊，我们在前边打仗，然后呢医生在后边给我们回血，把这个幸存者对我们来说还是特别有用的。还有没有？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这次雪月呢降临的怪物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是特别厉害的，有很多 boss， 还有很多这个比较畸形的怪物，和以前是不太一样的，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存难度越来越高，所以说这个末日点数我们今天，这怎么有这怎么有坑呀，我怎么又掉下来了？哎，我真服了，嘿嘿，我又回来了。哇，僵尸越来越多了，哎，我们的幸存者好像不多了。哎，我的幸存者牺牲了吗？啊，不对，上面还有一个啊，我们在这边扫他们。哇，这个末日的点数涨得也特别快啊，已经1000点了。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能打到多少，开扫。哇，好多怪，好在我们这把枪的威力足够大啊，但这也不是最强的枪，最强的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末日点数和这个末日狂徒来兑换。哇，这边还有这个我们的幸存者啊，不过这边有点多啊，我们继续扫，继续打。哎呦，加特林机关枪的子弹已经全部都用完了，现在的话我们只能用这个火焰喷射器了，但是火焰喷射器的话它会破坏地形。哎呦，很烦很烦。哎，你唉，来吧，不管了，破坏就破坏吧，反正我们现在光脚不怕穿鞋，对不对？喷他们，我们这火焰喷射器的子弹还是比较充足的，现在的末日点数已经来到了250啊，不对，2500啊，把他们全部都干掉。
哎呦，不过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呀，要不然我们先溜了，先跑一波吧。这个火焰喷射器的伤害不是很大。好消息，这一轮的血月我们撑下去了，但是坏消息呢，我们的幸存者全军覆没，只有一个啊，只有一个，就刚才和我上平台的那个棒球女孩，她安全，其他人全部都牺牲了。一个棒球女孩，我把她带回去也没有用呀，要不然就得了吧。哎，这可真不是我故意保护她啊，是她只有她一个人上去了，其他的幸存者对我都是爱答不理的，他们不跟着我。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就先撤退吧。这个幸存者据点呢，它有可能还会继续刷新幸存者啊，所以说我们也不用急，咱们先回家和这个末日狂徒来兑换一下好的武器和装备。